大家好，我是前天。今晚我今日送咗歌俾阿芬啊，真情流露，多谢晒。但尽信我是这样地无穷可望，能遇上精彩的你。我缺点胜别人，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。使我动情是你，仍难尽清楚你说在目前和今后，无论哪一天都爱你。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，最心爱的亦只是你。Thank you， 多谢大家。Old Star， 大家俾掌声。我与你永不可别离，爱你爱到死，因只得你方可使我流露自己。你眼里那种种传奇，追我追到死，一生使我动情是你。谢谢钱天舞，真的永远都是面带着微笑啊！大家都会被他的笑容所陶醉，我看到这位妈妈已经陶醉了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呢，在我们华语巨星的即歌唱比赛里面，除了有最受欢迎，当然也都有讲这个台风和造型的奖项吧。对，那我们每一届都会有设立比较特别的奖项，那今年也不例外，会有一个最佳的台风及造型奖。那这一位选手是非常了不得了，所以呢，他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很特别的一个
个演唱。系咁啊，佢咧今日咧即系亦都系唱做一齐咧就同大家表演啦。我哋俾啲热烈嘅掌声，请佢出嚟。我哋有叶林君，有请出今年第四届华语巨星卡拉 OK 比赛的最佳台风及造型奖的叶林君，为大家带来《Oh Boy》。Oh Boy， 大家好。的创。下午六点你在干嘛，为什么没接我电话？哦，原来加班到深夜，那么可怜，那要不要我从一下？别编这种幼稚的谎话，难道你以为我是三岁娃娃？旁边看过过瘾的披萨，他告诉我你其实约了 Angela。花样才能做到有什么特别的专长，跟上次树上没两样，明明很平凡，你到底什么眼光？睁开你双眼来看看，我漂亮能干就只差不会做饭，而你如果嫌弃就太难看，你每一餐还不是我们买单。十足的歌舞，冇錯啊嚇！咁啊喺今日裏邊咧，我哋嘅歌手咧，全部都係使出渾身解數啊嚇！咁喺呢度咧，我都希望咧，即係大家咧，係啦，我哋唔做台下發問住啊嚇，係今日係點樣？梗係有第一、第二名啦！呢個晚晚睇我噶，係啊，喺邊度睇啊？華語電視啊嘛，我知嘅，係啦。好，唔該曬你啊嚇，陣間再同你傾偈咧，真係。这位听众也是讲到了，我们有没有第一位和第二位？不要急嘛，慢慢的耐心等待，我们的表演才刚刚开始。